还是要发快的，还是要发快的。好嘞，谢谢大哥哈。没事，要不然。那，李苏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李苏。 这么大老远跑到我家里面去，麻烦你让我看一眼外婆。外婆，外婆，是我，看到我没得？外婆，哎呀，我没回去，手机我在手机里面跟你说话，外婆，外婆。哎，李叔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给我外婆指一下，你让她看手机。对，麻烦了哈，麻烦李叔，麻烦。 外婆，外婆，哎，来点，来点，走，收拾，走，收拾，外婆，走，收拾，收拾，外婆，走，收拾，走，收拾，外婆，收拾，走，收拾，歪了，外婆，歪了，李叔，哎，李叔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机有点歪，麻烦你调一下，哎，对，你让我外婆不要用手把摄像头挡到，谢谢李叔，谢谢李叔啊，谢谢李叔，外婆，哎，外婆。 啊，看不到啊！等一下，看到没得？看到没得？哎，想不想我？问你，想不想我？听不到？问你想不想我？再说一遍。<笑>你看那个老太婆哟，上前眼睛都没得了。我说，你那个老太婆，下去连哑巴都没得了。 现在哪个的小的哑巴都没得了，<笑>啊，不冷，不冷，不冷哈，莫担心，点儿都不冷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我现在好得很。那个年底啊，我给你整钱，给你买助听器，回头助听器，到时候你带到去里头听到别个说话了，助听器，哎，耳朵，耳朵，看到得，耳朵，耳朵。 对头，都是那个，看到没？到时候你带到那个呀，里头听到别个说话知道，晓得不？哎，李叔，李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开始工作了，麻烦你让我看一眼我外婆全身，哈。哎，谢谢李叔，谢谢李叔。 你那个没牙齿的老太婆，再多给我点时间，我想让你听到全世界。